日本 AV 天后苍井空嘟着小嘴一脸撒娇的模样，是不少男性心中的女神。不过另一张照片里，一头乱发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里还布满血丝，整张照片更充满诡异色调，别怀疑，这也是苍井空。不过这吓人的模样让不少网友觉得女神瞬间变成女鬼。你说过忘掉我，忘掉我。近年来，苍井空力图转型，一改以往裸露豪放的风格，积极向大荧幕发展，希望晋升电影咖。他更苦练中文，到大陆淘金，接下不少电影合约和代言的他，在大陆人气高涨，拥有许多忠实粉丝。而向来喜欢在微博上用中文和粉丝互动的他，最近又 po 了一张刚洗完澡的美照。不料这张嘟着小嘴的出狱照却被网友认为实在太吓人，更有网友直言你是女鬼吗，让原本想跟网友们撒娇的苍井空意外吃了瘪。